这个经典的作用量。根据我们前面得到这个经典路径的这个公式，它的平方，那平方，那个拉式量程既含有它的平方和它的导数的平方，所以我们先来看它的平方项。它们的交叉项 由于这个经典的拉格朗日量，它包含负的二分之一 m 欧米伽平方 x c 平方，所以你对这个的积分，它也包含负的二分之一。m 欧米伽平方 dt xc 平方，对，我们先着重的求这个东西，最后再乘上这个系数，再这个利用这个积分公式，
TF 三平方欧米伽 T 减去 TF 等于 TF 哦，这里有个地体。两个积分都是相等的，都等于 I 分之 2T 减去四欧米伽三二欧米伽 2T， 然后交叉一下，三欧米伽 T 减 TI。这个积分就可以求出来。xf 平方。把这个积分公式结果再进去这一部分，加以二分之 t 减去四三二欧米伽大 t， 这一部分加以二分之 t 减去。上面这个积分看可以写，因为这两项相等，对 xi 平方加 xi 平方二分之大 t 减去被因子跟这个分母里面的 i 消掉，
拉格朗日中量中的第一项就行。再来看这个它的导数，嗯，有 AC 将提前期求导，就会正弦就变成移弦了，还会多出一个 omega 这个因子来，变成 omega sl cos omega t 减。然后这边是负号，所以这边多出一个负号，负欧米伽 sin 4i。再将它平方。加上欧米伽平方 sinI 平方，减去I 欧米伽平方 sinI，提减提。由于这个拉格朗日量包含二分之一 m x c 一点的平方，所以你对这个积分包含二分之一 m x c 一点的平方。我们就先来研究这个积分，然后积分公式也是跟前面类似的，就是原来正弦变成移弦，我们直接就用了。三平方欧米伽大t omega 平方 xf 平方 dt cos 平方 tti 加上 omega 平方 xi 平方 omega tf 减 t。 加上，哦，这是
空三，欧米伽七减七 r， 空三，欧米伽 tm 减 t， 这三个积分啊，三个积分。当然，它的上下限当然都是从 ti 到 tf， 我这里就是没有显示的写出，这个等于二分之大 t 加上。欧米伽三，二欧米伽大体，这个也是等于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交叉上部分，等于二欧米伽三欧米伽大体加上二分之大体 cos 欧米伽大体，把它们带进去。就把拉式量中的两项合并，啊，得到这个经典的作用量。积分和这个积分我们都求出来了，就把它带进去，带进去之后等于，好吧，这有些跳一下了，等于 m 欧米伽平方。然后这个欧米伽，这个分母中的欧米伽，这个可以跟这个消掉一个，是吧？然后这个项呢，它是等于两倍的 sin 欧米伽 t cos 欧米伽 t。你把这个 sin 欧米伽 t 提出来，又可以跟这平方的消掉一个，所以最后我们就得到。然后把那个两倍，这里是二，那个乘以二上，对，三，这个是把平方加这个是二平方 ，cos 欧米伽大体减去二，这个是二，这个是二，对。
对，就证明了这个公式。